朋友们好，我是发哥。今天啊，就是去参观了这个 Hammer 这个博物馆。这博物馆是一个免费的，只要出入这个你的这个证件，就可以免费进入这个博物馆里。那么，这个第一部分是展示这个有50位作家那个艺术家的作品。总共有200多件作品，包括绘画、这个微雕、摄影、雕塑、视频，以及迪迪林创作的这个剧本的多部电影的这个片段。这个迪迪林是一个作家，我只拍摄了其中的一部分，没有完全拍下来，因为里面人太多的游客了。就是博物馆的这个厅，供人们这个休息啊，这个下面有吃饭的地方，可以吃饭。那这一部分就是这个 Hammer 的这个收藏品，全部是收藏了这个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美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。全是油画呢。
这个每一幅画都旁边有这个作者，几年代的介绍，所以有时间的关系，我没有逐一的这个把它拍下来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